是大家都是为了我，然后在帮我做事情，然后就是要像你们今天来为你的开心啊。不要，我刚刚说的，就是觉得，就是明明是下雨天，你们可以回家睡觉了吗？来这边看我，然后，不要难过，他们也是买不到江蕙的票。对啊，而且今天是江蕙最后一天，你们不去看他来看我干嘛呢？然后因为真的很多细节啦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大家都是为了我做这件事情，然后就是很感谢他们，就是除了感谢之外，就是还是很感谢，就是我觉得我有点任性，就只是觉得我的一个。本来是想法，然后就变成是，怎么昨天才想这件事情，然后今天就完成了这样子的感觉，然后就是因为身边有这么多人在帮我，谢谢 Kate。然后就是大家就很早就来帮，就是阿汤我们，就是早上就来搬东西，然后就觉得反正就是这样嘛，你们知道吗？哎呦，真的是。而且许哲佩还来啊！天哪，这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！要换叫 Nico 吗？什么？要换叫服装的？Nico，Nico，你们反正要最后一首了。